本队于今15日11时许接获报案，在龙岗路二段有车祸发生，立刻派遣员警到场处理。经了解，是30岁渔男所驾驶之自小客车，因不明原因沿途撞击4辆汽车及10台机车。经测试，渔男酒测值为零，渔男颈椎及手脚擦挫伤，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警方厘清。